做的两个人合作起来有方向感。华生，你要我想说最后办下去啊。做的很有样子，完成了。只要目标一致，主题正确了，就很容易下手。还好妈妈很会做，哎，妈妈你真溜了，你真溜了嘞。对呀，真溜了，每次都拿不到锅子。对对对，其实每次你走了，每次你走了，我们也在讨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呀、啊。就明明就做得很好，为什么拿不到锅子？对呀、啊，我今年也是这样子啊，明明就做得不错，哎，都不会赢哎。来，是在暗示我们什么？来这边，这边请。哎呀，黄段好了哦，再次川味的凉拌，剩凉拌了，还有一分钟。味道有事吗，妈妈？一分钟现场不到啦，倒数了。现在已经是麻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不太知道。拉到麻痹了。这个油豆辣子要不要放啊？没有。这个不放吗？你这还在上一题是不是？你这个你这是哪爽的？那个凉拌是不是有需要一些油泼辣水？我刚用那个辣油，他用辣红油，全部都辣油，只有辣油啊，只有红油，这样对吗？你吃一片看看，或许里面的料已经很多了啦。或许不是有，就是说调味只有辣油吗？这不太像他的风格哎。啊，真的。嗯，现场30秒。嗯。哎。香菜。嗯。进去是吗？对，没有错，香菜。香菜。刚才不够，去拿去拿去拿。用剥的最好了吧？来来，切一下吧。哎，你有加香菜？其实刚刚吃的味道。哎，所以香菜是哪一边？就那边喊香菜，两边都拿。啊？所以刚是谁喊？是？哦，不知道。老姜还是？没关系。第二阶段，猪脚两吃，时间。完成。过一过来。好好玩。看起来还不赖。我今天这个，我们今天可是半桌啊，半桌剩下了之后再半桌、啊。嗯。真是满满的一屋子菜。阿基斯要来清菜尾了。嗯。他要清哪一道菜尾呢？来，请阿基斯。阿基斯，菜名叫做。菜名叫做脆皮烤卤猪。脆皮烤卤猪。我把它以烤卤猪的方式把皮给。独立出来啊！哦，那么皮我一样，这边准备一个卤猪酱啊，准备一个卤猪酱。那么肉的部分我就炒回锅肉垫底。哦，那么端上来就是一盘的烤卤猪这样子。厉害啊！啊，那我首先呢，这个这边有一点面酱，先用酒稀释一下。甜面酱。嗯嗯。好，那一点点的油。而且这样准备的料好少哦，只需要黄瓜跟蒜苗就好了。糖，先炒焦糖啊。好，那么利用它在预热的时候，我这边两管铁针啦。加蛋了，把那个皮剥出来，剥完整的。哦，要炸猪脚，还得再炸。嗯，再给它炸一次。对，回炸。那这油温需要高吗？要高，都要高180以上。哦。那因为这个外面市售的买进来，我必须要留意它不可以炸太黑啊。嗯。哎，那首先一定要透，透了以后它肉才能够离骨啊，我的皮才剃得下来。好，那整个焦糖呢融了以后，那么把这个酱呢放进来。嗯。这个就甜面酱。焦糖甜面酱。好，那一点点的酸去解腻啊。乌醋。这好特别哦。怎么味道好好奇哦。哦。我多杠的哦。多杠的啊，你冷才会去。这样才均温嘛。对，要一直淋，一直淋。两边可以。哦。要炸它外面起泡泡的，对。哎，现在差不多在起小泡啦。炸到起水泡。嗯。那就是如果拿去烤呢？啊？烤到它皮干掉这样。但是你皮没水分呢、啊。哦，没有。这个直接炸的话，它皮囊下面还有水分。哦。等一下你们吃的时候，它是很脆的。哇！阿基斯老板刚刚想要问你说需不需要我的帮忙，但现在应该我想……哎，不好不好，很危险。感谢你们的好意了。对，你
帮完之后，帮完之后就指纹都没了。很烫，帮完之后我手也能吃。哇呀，脆脆的，这声音就不得了了。哦哟。那是饼干的声音哎。嗯，来，那我现在呢？我在杀凤梨。哇塞！哎呦，他的手呢？就这样出来了。猪皮啊，我先把皮给卸下来。厉害啊！我就学会了。就是讲阿基斯梅，太神奇了。那个煮菜煮习惯了哈，真的。哇，里面还是粉红色的。对。这个烟都还在。那个肉的颜色，颜色红。嗯。脆哦，这个待会儿切啊，遇冷的时候切还更脆。好，那我现在用一点点刚刚油炸的油了，我把这个蒜苗放进来，炒一下啊。嗯，要重新调味吗？好，没有，就用那个酱就可以了。颜色很漂亮。嗯，来，天上掉下来的美味啊！哦，还是这样吧。耶，有点烤鸭几期的那一种哎，有皮然后有肉，真的蛮像，对。它其实也有点两吃的做法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皮跟肉分开。哇，真的好聪明。哇。主题明确，它就是猪脚。嗯。太神奇了。对，这样也是菜，而且让你吃到两种不一样的口感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太精彩了，脆皮烤乳猪，好香哎，味道。请上桌。是的，先从阿基斯开始吃，它比较不错，应该比较好。吃皮，麻烦你们沾一点这个酱哈。要怎么吃？一起吃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沾着酱入口就好了。肉归肉，肉归肉，肉炒过了嘛。饼干哎，这什么叫皮卡？这卡里卡里的。嗯，外面那个脆啊，里面还有留一点那个胶质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有点小小的粘牙，还有那个还不会很干呐。对，嗯，你们赢。哎，先吃你们的。那是有什么皮？分解皮，分解皮，谢谢。嗯，很特别。嗯，它大量的蔬菜把那个德国猪脚完全解腻。嗯嗯，微微辣，有点辣，辣的刚太辣。OK， 不错。再来吃这边的凉拌菜，好川味哦。这是什么锅？哦，好好吃哦，真的是川味。对啊，这个锅是补强项。猪脚烘蛋。来，哎，这有勾芡吗？有啊，有。耶，这超难品的。这会不会沾到我们刚刚那个？这烘蛋是把它放在上面。嗯，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品。哇，怎么办？啊，两队以德国猪脚做出多道美味料理，不仅各具特色，口感更是令人赞不绝口。然而比赛还是得分出个胜负，究竟哪边的猪脚料理会获得评审们的青睐嘞？意想不到的结果，广告之后继续。